大家好，我是钱文满。那这一次在国父纪念馆德明一郎展出的作品总共有47幅，那主要是有合欢山系列。那合欢山，就是台湾有超过3000公尺的山有268座。那合欢山是我们很容易开车可以到达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可以很亲近的看到这些合欢山的远景、近景，就是合欢山的夜景哈、哦。然后这个晚上的时候看这个银河哈、哦，然后这个是玉山园，你呢就是橱窗的模特，然后后面搭配这个不同的汽车那个照射过来的光线。然后就是有点那种时光的流转的那种关系。这一幅呢是波斯菊，我们知道台湾的农田在11、12月的时候，稻子收割之后，那很多农夫他都会撒这个波斯菊的种子，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波斯菊的花海可以看。那这一幅呢，就是有风在吹动，然后有阳光洒在上面。然后，非常的漂亮，颜色非常的鲜艳。这档展览是在国父纪念馆德明一郎3楼，然后展出期间是3月11号到3月14号，再来是休息3天，然后3月18号到21号，总共展出8天。然后3月11号的下午2点有一场开幕会，欢迎大家来欣赏。